急。哎，宅猫，这是谁的快递忘在你店里了？收件人，我爹。哎，你好，你是我爹吗？哦，你是啊。哈哈，你的快递掉饭店了，你过来取一下吧。我爹，宅猫，我是不是吃亏了？嗨，就你这脑子能不吃亏吗？你看我的。哎，谢谢啊，这是我的快递。我问你，你叫我爹吗？不叫。哦，不是你的。哎，是我的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叫我爹吗？哎呀，他不叫爹，不是他的。烦死了，叫。叫我什么？爹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以后别叫这样的名啊。我知道错了。宅猫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做人嘛，得厚道。哎呦我的妈。